是10863028-3028-3028，我现在来录制我的期末专题。那这次会做这个，我期末专题叫做船头的骑士这样。那这次会做这个，就是因为我从就是网络上找到的有一个很酷的，就是很像中古世纪的码头的场景，那我觉得就是在这边放一个骑士会蛮酷的，所以呢，最近又在玩就是类似的游戏，所以我就想说把这些东西组起来这样。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先来看看整个城市的 demo。那整个城市的 demo 就是大概到这，再来就来看城市撰写。首先可以看到这边是它动态切换，就是整个可以回退，然后还有普通来的状态这样。那这里都会有，就是哪一个是出之后，它就会播放一个动态。接下来我要讲一下城市撰写的部分，基本上就是 get key， 然后有上下这个有跟空白键，空白键就是跳。跳的话就是刚有看到的，就是左边的动画切换，然后这个动作要是在那里，如果这个就不要移动，所以就是这个步骤，也会反映到原本的这里，就是如果是键都没按的话，爱动就会是这样，其他就会是。这里也是一样的按，它就会侦测到，我们也要让它动得比较自然，所以就把实力要持续加上去，就是2。然后这里向前的力是10，因为摩擦力会让它比较晃动，所以多一点力量多一点这样。然后这边就是刚刚讲的那些，那我们全部都会从这里取得资讯，因为这个程式是在一个新的 game object 上面的，所以势必是要有一个用那个 object 的变数取得的方法，所以这边就是设计师从那个我们要操控的角色那个变数取得。整个程式大概就是这样。
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烟火的基本上这个模式上课讲的差不多，就是一开始这一个，然后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会爆出一千个真的是爆炸的天使，然后人生就是开始设定一个颜色，然后大小设定一个，然后在最后面让它这个颜色是有变化的，然后大小是有变化的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我们最后再来看看整个城市，基本上开始就是他会面对这个烟火，但是背景音乐就是一个比较悲伤的音乐，然后可能就是会营造出一个反差的感觉，看着好像就是不是他自己在庆祝这样，然后这个地方就只有他一个人，就在这个船头只有他一个人。你们看着远方的烟火，那我的新的专辑大概就到这里结束。